哎、欸，来来来，有啦有啦有啦，我有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比对较啊，调皮一点。我来昨天看他干事情，来哦，当然哦，咱这首歌曲其实吼，特别是讲到吼咱女人的这个愿望，当然愿望就吼会当幸福平安度过吼这个后半世人，来找到这个如意郎君嘛是最重要的。是啊。啊，哥最后他也是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厝内底的人多多谢谢，让我当平安来做度过。其实吼，在咱每一个阶段，相信大家拢同款，对啊。这个心内愿望的物件。拢无同款，像你可能若十八岁，你的二妈哥想要买一台奥多麦，啊，若二十岁，你想要哦买一台轿车，对。其实每一个年纪吼，咱这个愿望拢无同款，而且卖你这卖愿望是伫倒一个阶段，想要买厝，搁买无啊？想要买厝，搁想要买车，搁想要买迄个包包啊？足侪了，足侪啦！其实人的愿望其实真正足侪，对。啊，不过嘛是需要着咱心灵立为尊神的加持。是啊。所以今仔日来讲吼，咱的百姓公家大概吼，除了着咱姐姐、咱的罗华种地主满满的心意之外，咱舞台顶的水果娘嘛是同款。有这个荣幸会当来讲咱的贵宝地来做这个演出，这嘛是一种缘分。对啊。后尾你看咱全台吼，这个2300万人的这个人口数。非常非常的多，对。啊，不过吼，有缘，大家拢有当吼，伫咱的百姓轿车来做一个见面，这嘛是天公伯吼，咱的这个缘分哦。所以希望着咱坐坐，咱好朋友会当好好来做把握。啊，好朋友，咱若无赶时间的吼，咱就会当留伫咱的这个百姓轿车，听着咱舞台顶每一位水姑娘啊，咱精彩歌声的时间啊，千万不要错过了，好不好？是啊。讲今仔日拜一，等一下八点有迄你想要看的八点钟。啊，不过无变，你再看重播得啊。还有重播啦，迄十二点播一届。有啊，即摆手机啊 ，YouTube。手机啊嘛，有你无？你若讲话，即老大人无手机啊，伊就开始要等重播，然后开始等这个十二点，啊，即摆搁等到过天刚透早，啊，搁中昼，啊，搁等到暗时，搁重新一直看，啊，若礼拜六、礼拜日看几工的啊。对啊。嘿，啊，不过其实哦，即摆手机啊嘛真方便。对啊。拍开，你想要看。这个十点钟的影片嘛，拢有，拢有，拢有。我会记我甲我朋友出门的时阵哦，伊咧食饭，伊拢咧看。看影片，去甲看一出叫啥物，比《意难忘》搁较正经诶，足久诶片安尼。我讲哦，你若有这种情怀，可以看这么久的影片，伊讲他觉得以前的戏比较有味道安尼。你是老人啊，无伊个表哥少年了。对啊，就是该看一寡老的影片，嘿，就是比较有。现在真的不好看了。是在咧演戏啊，人讲我这个播戏的笑，看也对咧笑安尼，那有影啦。所以我几乎都没在看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我还是持续秉持着，回家还是要看一下。有当时时间到啊，紧紧的，迄空五台甲拍开安尼，但是看到一家无聊，啊，就是无聊才会看伊啊，啊，看到尾也变作伊咧甲阮看安尼，看嘛想讲啊，无手机啊，骨骨的好，哎，其实即嘛真侪安尼，有些人不会看电视，伊等去厝边看电视，啊，佮伊就是爱有声的陪伴，啊，无当时家己伫厝边，有人嘛是诶，在咧困嘛，爱有迄个电视声，有诶嘛是安尼，像阮老爸老母电视。即马是规天到下晡五点，还要做工课啊！结果毋是透早五点。你那厉害！对，就是伤忝。啊，佮有当时你若倒去厝内底，倒伫眠床顶倒困袂去。是安怎讲？不知道啊，真侪拢安尼啊，因为你倒去拢乖乖去困，啊，因为无，咱两个工课无同款。有当时你透早足早就爱起来无，啊，我是拢无闲暗时的。无闲透早。无啦，无闲暗时的，啊，然后才算到透早安尼。有啦，我即摆有较收敛啦。有啊。即摆时间我渐渐仔咧提早安尼，以前是六点。啊，即摆咧？啊，即摆差不多即两点安尼。有啦，有进步啦。有啦，有进步啦。可能你看年纪愈大，然后愈来愈早。干十二点就醒安尼。可能就拢无要出门。伫厝就好安尼，嘛是有可能啦。尤其是即摆吼。姐姐，咱这样好朋友，我们生活品质越来越不一样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随着就他都告诉你，随着年纪嘛，我们的一些生活作息也会不一样啊。对啊。好，所以阿吉那里咱这个时间完全没有冲突。没有。七点到十点，当然都是精神上盖好的时阵。啊，所以咱这样好朋友啦，哈，那我们就留在这边。啊，那想要唱歌来做点歌，啊，你若讲你歹势唱，想要听水果娘唱的。
嘛 OK， 吼、你就会当点歌看阮水军，会晓唱就帮恁安排，啊，若袂晓唱麻烦恁家己来啊。对，啊，那上来的时间上来吼，咱精彩的歌声了吼，好歌不间断，继续来做安排。好，快去爱你的机会。好的，来我们的合唱歌曲《爱你的机会》来送给大家喽。谢谢你，那么个相伴，五月情谊。